现在我们把胸声和这个最后一个题目，就是胸声和这个头声的一块练习啊。一句胸声，一句头声，一句胸声，一句头声，就是咳嗽一声打一下哈欠，咳嗽一声打一下哈欠啊，就这样啊。这个嗨，然后嗨啊，我们试一下啊，第一声啊就是咳嗽，嗨，马上轻，绿绿啊啊，按照这个，按照你们谱子唱，第一个，预备，起，嗨，响的，嗨，轻，好，第二个咳嗽，嗨，好，第三个。那个就是第二个，现在你们第一个很好，哎，下降很好，这咳嗽的感觉，还要轻啊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第一个开始，预备，起，非常轻，抬起来，好，第二个，好。这个练习很多啊，现在可以先用八度，嗨，嗨，这是举例啊。像这种练习呢，我希望老师们呢，你们可以自己根据这种方法编各种各样的练习。